前人。啊！哎呦喂呀！别走，容易爆哦！哇！水哦！你在干嘛？哎，刚才干嘛？好危险！ 暧昧对象为张艾雅与 Cooper， 到底是谁喜欢谁呢 ？Cooper 是，你凭什么跟艾雅？你还牵手 ？Cooper 是，我在乎的是你的6块肌用化的，一模一样啊，一看就看出来，画的还蛮好的，有啊，很像。这个男方是爱的表白，怎么会有这一段？这么快啊？怎么会有这一段？ 没有，其实从他那时候在大学生的美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有注意到他，因为他就是皮肤白，身材好，然后还有好身材。哎，不是讲是是刚换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而且觉得她是一个很认真、很敬业的一个女生这样。哦，然后而且又后来又得知，就是她自己去存钱做正颚手术，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。 就是这种积极向上的恶，就是你咬合有问题，对，那你把它矫正以后变成真正的鳄鱼。哎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把那个矫正回来。那你有开过口吗？一直没有机会，就真的这次就是因为热门的关系，所以才让我们两个有第一步的接触。他紧张到这边都红，你干嘛这样子？女方说法很重要，因为不熟，你也可以直接拒绝哦。 不熟，但是这次一起练舞，觉得不恶心。不，先跟我讲，不恶心。Cooper 啊，他是因为我们自己 Facebook 我们是好朋友，他特别 PO 了一张他练舞的照片，他说特别感谢大人们让我跟女神这么近。真的 PO 啊？他炫耀哎，真的，他是发炫耀文，炫耀，所以他代表他心里面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机会来了，你要把握住。嗯。 今天就是你主持了，好吧？我主持。这衣服我试试看。哇！谢哥，你还说你是最清白的人？国标我也练过。谁相信？哇！不错，要不要换一下？好了，算了，不要破坏人家。我难得有这个机会。画胸肌跟腹肌吗？好，各位先让他们求一支爱情签。哦。嗯。 神明啊，神明，请问一下，我跟 Cooper 应该不会有好结果吧？心诚则灵，心中莫急，所得胜千。哎，这个哎呦，还跑进去拿签，他去求签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机器？它是正常的。还有，我拿出来了。来，有了，有一支签了。哎，这个机器真的不好找哎。真的。来，念一下。好，对。现在不能看啊。这一个先不公布，好吧？不要这样卖关子吗？先保存在你的身上。收好，准备好了啊！好了，准备好了。那你们这个2位要先请一位大师摸骨的，好了，摸骨。好，那么表演完之后，我们再让老师好好来算一下。你可以先做准备，好吧？好。2位今天带来的表演是什么？是伦巴国标舞的伦巴。伦巴是爱情之舞啊，没错。 蹭来蹭去的哎！啊，这个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你来跳好了，这个你来跳。看他们表演。我们看他们跳。我换衣服好了，我们看他们跳的怎么样？我总觉得这一套我能穿呢。好了，就让他们来一段爱情之舞 ，Rumba。加油 ，Cooper！ 勇敢的说出爱。 어떻게 만났나 사랑인데 너만 쉽게 가져가 어떻게 만든 내 주먹인데 네가 뭔데 가져가 사랑이가 무너질 듯인가 네 옆에서 있지만 사실은 나 쓰러질 것 같아 힘없이 널 붙잡아 떠나지 마 나를 제발 떠나지 마 나를 이렇게 자꾸 눈물만 흘러 I'm in love with you forever I'm in love with you forever Why I'm in love with you forever 지랄만 그런 말 안 할 거야. 기다리는 겨울 올 거라. 这个太不科学了。 不错哎，哇 ，Cooper， 哎，你不领钱也 OK 吧？很好哎，姜汁老师已经有话想说了。来，好，现在摸头。哦，他的头还蛮软的，这边显示出来就是说他还蛮懂得生活情趣的。好，懂生活情趣，这就很准了，这就懂得生活浪漫啊，跟懂得吃啊、懂得玩的一个特色。哎，他的手啊有点冷，有点虚。哦，对，所以这边显示出来说就是他的。 对身体方面，就是气力有时候会有点稍微的虚，因为基本上来说，他血气如果不够旺的话，哎，女人的幸福会受到一些宠的。哦，好热，对不对？超热的，真的很热。一摸，哎，真的哎，没骗你嘛，对啊，真的。哎呦，老师，你这样摸一摸，这样子他们两个会交往吗？真的不够，还美，还是他的眼睛。 有水光，但是有点偏弱。偏弱的话，基本上眼睛代表斗志力、精神力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情形。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他要追这个女生，她的一个行动力、跟气魄、跟整个掌握度会比较偏弱一些。不主动，是不是？比较不主动力不够啦。再来看一下女生呢？来，看女生会不会有回应？艾雅虽然是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艾雅是个弱女子啊，但是我看她。 外表是柔弱，内心是刚强的。嗯，哦，他的头就很硬，真的，你可以摸一下，真的，你可以跟，哇靠，很硬，嗯，啊，这么软，对，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。他的个性是比较硬的，比较紧绷的，他比较没有办法，就是说，哦，今天跟你跳一支舞，立刻就爱上你。 不是这种，他会不是这么就是跳，不会这么简单。他刚刚这一段舞蹈是以事业为重，对，就没有在管你的意思啦。像他的手啊就很软，对，有点像柔弱无骨的现象，他的手就可以弯，代表说这个人他的手腕比较柔，手腕。所以基本上来说要逢场作戏啊什么的。你原来是这样子演出来的。我这个讲 Cooper 眼睛有点难过，我跟大家都想当受伤了。跟你看吗？跟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很多朋友，那代表没有男朋友。不会，我有男朋友就只有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可是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。一定，你有什么标准吗？要孝顺，怎么样？有吗？一定要很孝顺哦。然后长得不能够太不顺眼。我应该还算顺眼，他不恶心。然后要聪明。 聪明。如果看相的话，我觉得 Cooper 要追到这个有一点困难呢。对，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蛮硬的人，他不会只因为一支舞哦喜欢上对方，绝对不会。好，先诗吧。里面有一首曲子代表你们的未来哦，命运主题曲。第三首，下。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。 让一切归零，在这声巨响。各位，所以代表这份感情，如同一阵风，来去无踪。去吧。其实我觉得跟艾雅跳完之后，我已经觉得死而无憾。哦，哇，话讲得重了。会说话。好，再次谢谢他们两位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 这一位秘密的测验者，我们不知道是谁。哎呦，影中人在后面。他讲出来，他说他有冤屈，他要来说。对，他是乌盆吗？里面这位朋友你好 ，Hello。哎呦，哇，好瘦哦。听不出来。你说身材很好哎。现场有人跟你有一些妹妹嘎嘎。我觉得现场有两位。哎呦，2位是两位，怎么样？ 分别是第一位，我没有来这个节目的时候，他都特别想我，我不在也会提到我，而且还叫我去大陆发展。哦，谁？不知道。那就是有去大陆发展的人。哎，有去大陆。那第二位呢？第二位就是。 很常关心我，然后还嘱咐我不要穿太少。哦，会保护你。男生这样关心女生，那就是有爱意，有爱意了，真的有爱意。不要给别人看，自己看。那今天这样子的话，那不如我们就请他出来咯。好，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冤情在哪里，好吧？欢迎乌盆里面这位辣妹出场。牙了。哎，哎呦，哎，艾雅 ，Hello Hello， 哎，艾雅刚这一段的 talking 害我们莫名其妙。你说那个人关心你，哦，你没来，他还问说你怎么没来，他会一直提你的名字。后来你脚受伤，还关心你脚为什么受伤。这两个不一样的人。啊，不然哦，那到底是谁呢？对啊，第一个说我不来都会想我的是宪哥啊。 哦，叫你去内地发展。对啊，还要交代我要去发展演戏。对耶，这么说起来，王环之中线哦，这个好像有这么一回事，好像有。那是因为基于同僚之爱，对，而且你跟每个女生都讲这个，没有，因为她我觉得她适合，而且又很认真。 对不对？为我们节目牺牲很多，受伤那么多。因为之前玉林哥说我没有来的时候，你有提到我。有提来，有提了一下，说这个女孩子很乖。我没来的时候，你都没提我。对啊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你也说济南好棒。对啊。啊，我骨折你也没有关心。哎，你都有看了我们。当然。哎，都有发。监视是可多了呢。而且看点不在，还更惨。小虾还做得更好。对。喂。 好，那第二位是谁？第二位是欧弟哥啊！哇，两个人，叫你不要穿太多，对，不要穿太少，不要穿太少，关心你。对，好，那你今天想要测哪一位？因为我也是很犹豫，到底要测谁，不然你们决定好了啦。我们决定。我觉得你测宪哥，因为这个人最近没用。对啊。对，耶！我也觉得我上次测他。 但是测他哦，人间凶器，搞不好可以让你回春。对啊，回春堂中医诊所。你看起来没塞。哎，你上次不是？哎呦，波浪千万没塞，他讲没塞哦，不行。他都难了，因为上次他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说 ，Cindy 啦 ，Sammy， 自从跟你分开以后，对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 什么叫做？不是原文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啦。忘记要不然怎么说？不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说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。对。宪哥会不会你在那边我比较有把握啊？我不想太久。没，不会。这个人啊，外强中干。对啊。咻！爆爆变！他最近都没。一定爆！ 弄上去，有因为我工作已经半年了，我太累了。啊，今天呢，带上。对啊。你今天准备用哪一个歌来处理它？我今天要比较动感一点的。哦哟，动感那不得了，你好好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请接受我们的测验，欧弟是不是心里面想着陈艾雅？张艾雅。谢谢。我这么讲，代表我心里面是没有这一段爱。哎呦，他有，但是他有。一起来，一起来看看张艾雅为他的表演开始。台面下，欧弟与张艾雅之间的不可告人秘密，就在精密仪器侦测下大公开啦！天哪，欧弟怎么受得了？哇！ 人间凶器啊！哇，为什么我不是这种？哦，欧弟，哇！大招！哇塞！哎呦！哦，它飙了！哎呦！哇塞！愤怒指数在飙了，愤怒指数，完了！哦耶！哎呦，状况现在是怎么样？陷入了焦灼。 哎呀，欧弟可能病得不轻，真的不行了，病得不轻。这样的表演，他才到70。哎，会不会是因为欧弟不喜欢女生真的穿太少？会不会测你啊？那呀，测我没用。而且中间愤怒有到100耶。我告诉你，换宪哥再跳一次好了，一模一样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宪哥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他的体力可能会很辛苦，是。第二一个。 我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。来了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就带起来嘛。人家嘛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愤怒指数那么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其实我不太喜欢他穿太多，哎，对，啊，穿太少，对不对？穿太少。我觉得他性感舞蹈还不如他好好跟我讲一段话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真的有感觉哎，才会这样。你刚不讲，就你来测就好了，没关系嘛，讲话就好了。 来，那就短板哦，好吧。本土天王与张艾雅之间的秘密情愫，即将在机器的侦测下一一摊开。吴董。哎呦，喜欢哦。哎呀，目前来看，哦，不要吹气，这犯规，不要吹气，这个犯规。哎，先告诉我们2个都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无啦，青菜嘛，熊无七八张，可怜啊，你几岁？我几岁？我好担心哦。不是，我承认我有忍。 没有人，问题是你连70都不到啊！对，邱医师宪哥的状况是多吵，来，邱医师最高的时候68而已。对啦，68。OK， 哎，如果是98，那我不就糗了？代表是爱着人家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真的好难过。不会啦， OK， 我们对你是有 feel 的，但喜欢一个人，他的面相有很多，对不对？像我也很喜欢惠慈啊，我喜欢他的田径，对，话少。 那对，然后英文程度好，然后又长得像蒙罗丽莎，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看，其实我这边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很心疼他，哎，怎么了？因为我觉得他从脚受伤之后，我开始跟他比较多讲话，哎，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他要穿很，第一他穿很少，然后第二他很辛苦，然后每次都要很性感这样，可是他私底下不是这样的人，对啊。 对，所以为了工作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每次看他很认真、很用心，我就会心疼比爽多，是吗？所以才会，所以愤怒才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感动啊，已经真的有感动。你知道我们的这演艺圈是一个大家庭，有时候开玩笑归开玩笑，真的，我连艾雅的电话都没有，真的，我也没有，我只有微信。那么就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不拉塞了，真的。艺能界里面啊，有。 我有电话了，真的，一拿出来，你看，甜，我们是后来因为有事情才有嘛。对，慧文也没有，小梁有，男生有。我不可能有了。对，不，我们会有的。确定哦？对啊 ，OK 啊。现在在要电话的。没有，因为宪哥对每个晚辈都很照顾，所以今天艾雅其实来，她要测我们2个，我蛮开心。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她。什么？扑克牌啊？什么？来，要干嘛？ 宪哥100，宪哥关键怎么回事？宪哥，原来你还带你，拿到100的100，你洗在松，我心里想说这么晚了玩一下嘛，你洗在松，那干脆了哦，来，不啦，我这边剩多啊，你那趴跪给你，是这样子 ，OK， 哎呀，加油，宪哥，倒霉的舞，梅花舞，哎呦，宪哥的。 哎，冷静，太久了。哇！旋转，这一起来冲下！哎，愤怒指数快破表了！现在很生气啊！北京去拍戏哦，对对对对，当了几档的女主角，现在知名度歌扶摇而直上哦。哎，有，还好啦，就是很希望还是可以带一些表演给大家。人就上不可能每一方面都顺利嘛，所以尾牙就没有半场都没有。对对对对，事业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情感也是空白。 是是，没有关系嘛。今天有3个老板在这边啊，请选择。请问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忘跟他们没有，忘跟大肠蛮搭的。对啊，你们都是一组哎。哎，吃苹果，吃苹果。大肠。 我跟你讲，大肠够笑脸。最棒的男生，最棒的女生啊！我有朋友，然后一个大老板，他车子刚好是停在那门口，要等着要进去开会，这个面瘫。 就看着一个女生在那洗碗整理啊，干嘛这样？哎，一会儿那个老板来了，老板的女儿长得工工整整的，然后就在那乖乖的洗碗后干嘛？老板女儿在洗碗。隔了6个月左右，就是现在的董娘。高手在民间嘛，对不对？这一种拜拜昂假美康嘛，对不对？拜到姐，人家很帅，对不对？菜刀男这个美拜。 对不对？我现在都很好。对呀，家里啊，然后他乖乖的，我们就是卖拔蜡。结婚了吗？今年未婚。今年未婚。对，之前有结过。今年未婚了。不会回答。你怎么老是遇到渣男？对啊，我在后面的。今年未婚。哦，小孩在后面。Kevin 结婚了吗？今天没有。今天没有。一个渣有没有？一个是算年，一个是算天。大肠头。正大肠了。啊，大肠结婚了吗？ 还没红，哎，大肠 OK， 哎呀，那大肠是艾雅的型，刚选的对，哦真的，对对对，是吗？对对，要问一些比较接近的，啊，会打冰上曲棍球吗？不会啊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要这样，人家也都说还没表演，赶快表演完再聊这些，不想聊，真的是2266啊，是，那会不会唱我难过？会不会唱我难过？也不会，也不会，OK。 那这个可以，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啊！来，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好东西？一定要特别啊！我就是我觉得在尾牙界，我就会可咸可辣、可台、可英、可国语。那今天带其中一个 part 的可辣的部分，带一团很厉害的一起跳。哦，辣的就很适合尾牙，很适合火辣辣，对啊，不辣不要钱。来，直接带艾雅带来的这一首《火辣小坏坏》。 I said certified free, 7 days a week. Yeah, you fucking with some wet ass pussy. Bring a bucket, put this wet ass pussy. Give me everything you got, put this wet ass pussy. Beat it up, nigga, catch a charge. Extra large and extra hard. Put this pussy right in your face. Swipe your nose, swipe your card. Hop on top, I wanna ride. I do a giggle, what is inside? Spit in my mouth, look in my eyes. This pussy is wet, come take a dive. Now from the top, make it drop. That's some wet ass pussy. Now get a bucket and a mop. That's some wet ass pussy. I'm talking wop, wop, wop. That's some wet ass pussy. Macaroni in a pot. That's some wet ass pussy. Huh? I ain't tryna. Yeah, ain't tryna be cool like you. Wobbling around in your high heel shoes, I'm clumsy. Made friends with the floor. 2 for 1, you know a bitch by 4. And 2 left feet, you know I always drop. First thing I go to was a bop. I'm the whole damn cake and the cherry on top. Shook up the bottom and a good girl pop. You ain't even here to party. Ken in the club tryna pipe a Barbie. I don't wanna go, go, go with the flow back then until I touch my toes. I don't wanna roll, roll, roll the boat. Wrist full of rocks and I hope I flow. Big up yourself cause you know they don't. I che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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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ause they hope I said I took it and I ran for it. I ain't running and I stand on it. Money on the floor, only dance on it. Shine bright with a put a tan on it. Said I took it and I ran for it. I ain't running and I stand on it. Money on the floor, only dance on it. Shine bright with a put a tan on it. I'm a bitch, 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a boss. I'm a shine like glass. I'm a bitch, I'm a boss. I'm a bitch and a boss. I'm a shine like glass. I'm a bitch. I'm a boss, I'm a bitch and a boss, I'm a shine like glass, I'm a bitch, I'm a boss, I'm a bitch and a boss, I'm a shine like glass.金针跟蓝妹老师哦，但是内行的你就知道，旁边他们在跳的时候，那这个不是专家，这不是台湾区的冠军，他们是最炸的街舞女团，他们现在是很红的街舞，谢谢你们来我们节目。那登昂，那这样不对哦。大家好，哦，介绍，我们是 Hot Tag，Hot Tag，Hot Tag， 但是哦，我们这个艾雅一点都不输哦。 对，你一出来，他不得了，懂得善用自己最大的优势，有没有？对，因为刚刚上面在表演，那艾雅过去那边也在表演。对，看他们出来只想吃那个甘草吧。哎，对，看你出来想要喝摇摇奶昔。艾雅他们很专业。 我们舞蹈表演啊，在尾牙是很重要一个必要的，非常对。他们做了一个变奏，有时候两首歌接在一起，那个高亢起来就 flow 就上去了 ，flow 这是非常好的，专业的一个表现。错，来小 Q 嘿，我觉得这表演非常棒哦，有工业风这种街头风，有艺术价值啊。那同时呢，有专业舞蹈底子，又很好看，很火辣，这 C 有 CP 值。那再来呢，哎，各位老师长得这么漂亮，有颜值，哎哦，这样子重要，看来是很重要。 而且像我们的客户，大部分都没懂的，最喜欢这个。没有懂，尽量秀。而且秀起来。好久没有看艾雅跳舞，都忘了她其他舞蹈是很棒。然后当中哦，只有你是最瘦，结果你最大。哪里啦？动作最大。他的动作比舞蹈老师还大。对。而且因为艾雅有一个很扎实啦，艾雅有个非常棒的地方，她懂得调戏观众。 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哎，我曾经有碰艾雅，就是说我那个你们的公司都没有董娘嘛，我们去结尾啊，成为董娘。哦，我们要找就是要找富一代。我很少在推荐女生的。嗯，艾雅是属于那种可以娶回家当老婆那一种。哎呦，她只是她的艳丽啊，掩盖了她的婚姻路而已，对不对？我讲话都真心话嘛，对不对？我有讲说你适合娶回家，我没有啊。 如果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对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哎，秋窗里来，今年邀请了吧？可以考虑一下。考虑。我们都阿公阿嬤，我怕流鼻血。哦。因为万一等一下送医，我也很麻烦。阿公记在。但是如果是男里长，一定就请这个。对。男里长老婆不在呀。哎，阿公也是要看这个，阿公搞不好东山再起。对啊。阿公也跳起来喽。跳完之后，你们那。 更年轻10岁，对，没了，对，活化，路童，活血。在我们尾牙哈，在跨年哈，舞蹈是最常见的一个项目，是。但是如果要做的不一样，那你们就有卖点的哦。那这一段节目可以排在哪里呢？排在老板要抽压轴奖的前面哦，给老板开心一下，位置都想好了，真的，因为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子，只要老板开心 ，OK， 他可以拿多少段是你无法预测的。我们没有只想讨老板开心啦，讨加码，对，老板开心，大家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又获得满堂彩，把心里面。 的热爱讲出来，跟大家感受一下。热爱。今年呢，我们留在台湾跟我们一起做尾牙秀嘛。我好几年没有在台湾做尾牙秀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找我们一起。我们已经组好团了啦。真的。哎，一起接不错。对啊。很棒哦。那希望你们这个今年也能够生意非常的兴隆。兴隆啊！啊，再次谢谢艾雅。现在疫情比较严重，是观众喜欢在家里看电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插科打诨了。在节目上跳了这个舞，我要感谢一个人，谁？ 就是我自己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太久没有在节目上跳舞，对，而且无限。我当时接到通告的时候，通告是跟我说，我们有个跳舞的，你要来吗？我心里面想 ，OK 吧，大概就广场舞、古风舞，或者是街舞之类的。最后给我隔一天打电话跟我讲说，我们决定是国标舞，国标，你要强项哎，是啊是，哎不好说，这个不是强项，不过有点为难我了。我觉得已经是成功一半，怎么说？ 因为你的成功就在另一半，那很重要。另外的搭档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期待你的搭档。哇！哎呦哎呦，好赞哦！哇！哇塞，太辣了啦！哦，这个好。哇！ 辣爆了，我的妈！你就煮啦啦，你就把整首跳完。赵哥就算成功了，把他的部分也跳完，别出来就算成功了。气势烂透了，你们是什么咖？什么咖？什么咖？邀请。哇哦！哦耶！哇哦！哦哦！ 要佛跳墙了啦！哎呦，十字准备。哦，新娘抱，新娘抱，哇哇哇哇！好，这怎么唱？要摸艾雅，要摸艾雅。哇，不错哦，看。 好累哦，真的好累啊！哇哦哦哦，换节奏！刀哥，后面抱住，扭哇哇哇哇哇！来扶艾雅过马路。准备熊抱。熊抱哦！哇！ 跳国标啦！对呀，去练。我宝贝跳国标，我都没当跳。好。准备问。水哦。在干嘛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准备结束。慢慢的。OK。 当然能，以后如果有人听到就算，我就把制作人的腿给打断。小心小心。艾雅还好吗？艾雅。艾雅好像很紧张，她怕被赵哥摔倒。非常难得能够看到这么成功的国标表演。哎呦，我想在我们的眼中，全国的观众朋友都一样，是，在网络上看这一段也都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感觉就是说，张艾雅跟一个黑人在跳舞。黑人。 感觉好像在看超级变，对，黑衣人在那边弄，然后哇，这太棒了，这我难得看到你，而且今天太性感了，哎，对，那个眼神有没有哇？那个对表情，哎，制作人，你是以这个制作人角度，就是成功真的在另一半，对，哦，对，我觉得赵哥从头到尾就是演一棵树，哦，他是一个真的国标舞本来就是以女生为主，哦，哎，不见得哦，男生只是配搭，没。 而且娱乐性十足啦，只是说娱乐性啊。旁边有人一直在 Q 说，哎，怎么过马路啊？什么？其实我们找到过马路的原因是这样，就是可以这个位置是这样哈，走店回来，走店回来，走店回来 ，OK。这个老师哦，嘉玲老师他是很中规中矩，是。你要教赵哥，你要有一些步数，走垫脚步，对不对？你要跟他讲走酒店，然后他就很顺，他就会很顺。好吃要说嘛，对，去午饭店，好，嘿，走酒店，哎，退去饭定。你看，这个马上就会。他进定了，好好一个国标，我给你搞走。我来先举牌，因为我怕影响到大家的心态，好不好？到底他这段表演能不能获得你的青睐呢？3、2、1，举牌。来，请举牌。哎呦，来，把场上都过来，为什么？ 其实我跟大家看法比较不一样，大家觉得主角哈是这个女生，但我觉得主角是赵哥，不吗？因为女生来讲，大家觉得她长得漂亮、跳舞好看、专业是正常的，是。但是上天是公平的，是。长得不好看的人跳舞会很厉害，你能不能长得很帅的人跳一个弯骂他就会不好。哎呀，赵哥是长得帅，跳舞又跳得好。哦，我们尾牙最重要就是要什么效果？哦，跳得好的我们看多了。对。我们刚刚真的有2个8拍。 没跳好啊！我都没有看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看到，你看，再一次走位走，应该是这样一下。位服给我们一个上血池的机会。跨，来位。跨，等一下。哎呦！赵哥，为什么你做起来那么猥亵？对啊，位服不是猥亵。位。小天，你的看法怎么样？小天？我觉得就是艾雅真的跳得很好，是。然后赵哥。 很有娱乐性，而且中间有一段是在过炉那边，过香炉，那叫三八肉，哎，不是三八肉，三八，以后你再一次你再表演一次，对，那边稍微不是肉啊，肉是那一只手啦。哦，你太有心了 ，Hello， 人好好，艾雅 ，Hello， 不要硬是要救啊，就让他唱过去。我们也看到你已经尽力，表演他就是以趣味性为主。算了，没有，我是真的很认真在练。他真的很认真，宪哥那个这次赵哥很有必要这样外裤内穿吗？哎，对啊，你这个标准前卫，这个是标准的这个裤子哎，内裤外穿的，紧带手啊，这安全裤你请这条，这不是安全裤，我告俺呢，你这样穿，这个是舞穿的很前卫啊，舞衣哎，这个老师多瘦呢，不是吧？ 五一这内裤，你穿错，人家就是给你当内裤穿，你还穿到外面，穿在里面的，真的啦，你穿在里面，今天啦，我不知道要这样穿，家里老师你来，不知道这，穿在里面，你都不要讲，你敢聊什么？ 北七，等他看到笑话就对了。我只有说要扣起来，但我刚刚一直没发现这件在外面。扣在外面，应该在里面。我觉得一件 A 对，它这个是要有钉子的，有，要拔开。穿的时候才加裤子，是裤子在套上，但是没关系，赵哥。OK 啦，是故意的。果然效果十足，没有哦，这个没有 OK 啦。谢谢嘉玲老师，谢谢啊，来。住宿怪癖一堆，一人要忍好几天。 住宿怪癖，我们男生最怕对方打呼，对不对？打呼很可怕。那秋文最怕人家怎样？因为我就是跟他一起住，他很奇怪，他会喜欢一到房间就裸体，全身脱光。我是女生，我看到他的身体就会觉得，我看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，看很热。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是热带国家，然后非常热，大概平均温度在36度。哪里的国家？爱尼岛。热带国家很正常啊。然后他就一到房间说：“那我要全裸喽！”我说：“哈，你要全裸？”他说：“对。”内裤也没穿哦。有时候穿，有时候不穿。洗完澡之后不穿，然后平常就是会穿。就是穿一穿脱掉，然后昨天弄喝杯水，然后回来再穿。你就不知道看他哪个点啊，然后就会一直。真的好不好？ 要看也不是，不看也不是，身材好不好？很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不是真的很热。圆吗？哎呦，不要讲那么仔细，害羞了。我们讲形状的。OK 啦。水滴。哦，那我们就放心。那您个人呢？方形的。没有。哎，真的很热，你就是全身都黏黏的。然后我们也去过海边，所以衣服其实都弄新，就是。不是你在女生面前脱光，你不会觉得。 他不会觉得你有的我也有，我干嘛觉得？哎，那在女生面前脱光会尴尬，哎，真的很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我很舒服，你应该看得也很舒服啊。我就看到你每天就我放着这2个大木瓜那边走，谁看的应该下垂了，我没有下垂。哎呀，那个是要透透气的啦，那个原谅。哎呀，一脱下。 哎，你不懂啦，我们这种哦，不是因为我的习惯就是觉得我们都是女生，然后我们又是好朋友。那我问一下，你们就是如果说在女生面前脱光会觉得尴尬的举手？我会觉得感觉很尴尬。那如果到日本去洗温泉会觉得尴尬的举手？我没有去洗过，但是我目前很少有洗过，蛮尴尬。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了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不是啊，连内衣裤就是要藏哪里，那时候都还蛮。就是我们要内衣裤干嘛藏起来？藏跟我藏内衣裤啊？是你偷人家的，是不是？不是脱掉是里面好藏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而且我们很快，我们一脱就是立马就跳进去，就是不想给对方看到，就觉得有点怪怪。为什么？然后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还是你们通常两个原来都是。 改的身材好的不怕人家，身材好的不怕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身材比较好，他通常就是一进去就这样很拽的这样进去，但是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你就是要下马威就对了，大家好朋友们，就是哎啊，通常是这样啊。哎，你是方的，不是你就是大家这样。 其实视觉上看就是可以比较出来，就是大家都这样。可是有些人就是女生，她就是连就是下面都会做处理，她可能会雷射，所以我就没必要去看你对雷射闪电这样。不是你为什么要看人家身？你看她脸就好了。对啊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不是，你讲的是脸，所以张磊跟你讲话一下，哎，跳啊跳啊！你讲话，他明明都是跳着讲，或者说我跟你说。 你刚这样子，张雅，我现在终于又再度认识你。我没有这样啦，旁边的真的很痛苦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都不知道看哪里，而且还是被打到，对，我都被重伤，不舒服。你知道我这样打过你是不是？我讲下次好好的来一下，我跟你说。张雅，你跟有起床气的住在一起过？ 啊，这个人就是今天穿的蛮绿的这位小姐，就是她。她有起床气啊！她起床气之严重的，因为应该说我是一个也是比较黏人的人，然后她是过于独立的人，我们是两个极端的个性。嗯，所以呢，一开始我们一起出国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她原来起床气这么严重。然后大家出国玩一定都心情很好嘛，所以睡同一间的话，就是起床大概时间讲好，就起床之后哦，差不多我们等下去哪个地方啊这样。然后起床之后转头看她，她还在睡。 对，这样说英英起床了，我们不是几点要干嘛干嘛吗？他就这样，然后再躺一下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光着裸体说英英起床了。对，而且这个不是叫这个垂醒的，起床，谁会一早这样啊？不烦。然后呢，我叫他起床，他就一直脸这么臭的看着我。我说等一下要去哪里？英英。 又来英英，不是他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就越来越害怕，因为他脸越来越臭，我以为我惹到他。然后他接下来出去行程，比如说我们去泰国，要去皇宫干嘛的，他骑在那个什么大象上，或是在漫步的过程，脸都是臭的，感觉上就好像我欠他钱。骑在大象是很刺的啊，很痛苦。我觉得每天早上被木瓜扒醒，他很开心。郭先哥，我小白啦。喂，我小白啦。 是吧？嗯，哎，你等下吃完饭要干嘛？吃完饭要干嘛？我想打麻将。啊？我想打麻将。想打麻将？对啊。人呢？找人，你找啊。我找。对啊，你不是说要叫我去人家打牌，很久没打嘞。哇，有点难呢。哎，你很欠。好，我再问一下。 你现在在干嘛？你不是等下要吃饭吗？对啊。我心情不好，陪我打麻将啊！你看。你心情不好打麻将？对啊，心情不好打麻将才会赢啊。心情不好，你应该去找心理医生聊一聊吧。什么找心理？那，你不是说你家可以游泳吗？顺便游一下，桌上跟那个游泳都游一下。你要游泳？对啊。你笑屁啊！会游泳吗？我会啊。 会有啊，会啊。不是桌上人，我说真的会。那我10点去找你哦。耶。10点。10点哦。嗯。先，你吃快一点啊，那么胖还一直吃。哦。先游泳。你减肥一下，游个泳啊，陪我游泳啊。哇塞。 那我10点去找你哦。10点哦。嗯。我尽量赶到哦。你那我10点你没到我要怎么办？我要去在哪等？而且你家地址我忘了、啊。我在大厅等啊。在大厅等，哎、欸，你也没品哎、欸。啊、那你跟我讲你家地址，我忘记了。什么？你家地址啊，忘记了。我等下传给你。你等下传给我。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他好冷，游泳哎。 没有，搞不好他现在这个旁边有妹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声音怪，反而觉得麻烦，你知道吗？这通电话，他不知道要选哪一个了。对，他刚刚听到游泳的反应好嗨，对，是不是？好嗨！然后再来，你要加一季，你陪我游泳更重。现在是马国贤，你晚上几点？10点的，太好。什么？他晚上10点嘛？10点。喂，喂，马国贤，哎，我刚哥啊，我在3立啊。 对，我用3立电话打给你。哎，我问你一下啊，你晚上干嘛？晚上？对，吃饭啊。不是10点多的时候。10点多有约吧？啊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不在，晚上我们去 IT 喝2杯吧。晚上？对啊，10点嘛，快点，我只能喝到12点。10点。他今天不在，晚上我们去 IT 喝2杯吧。 晚上？对啊，10点嘛，快点，我只能喝到12点。10点，好不好？陪我去。陪你去？对啊，阿 T 那么近。去啊？带人去哦。没有啊，就我们2个啊。我也是跟你聊一聊。就我们2个？这你很奇怪，想喝我还是怎样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对啊，快点吧，顶多叫高山峰下来啊，好不好？晚上我有事要问你啊，啊，那明天呢？明天不行了，明天录影啊，干嘛？你说不行吗？因为有人找我拍戏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因为是大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问七哥，怎么会问我拍戏？哎，你是不是教我戏？因为你不是拍大爱戏嘛？我想问一下大爱那边怎么回事，好不好？晚上10点，要不要 IT？ 不是10点，晚上10点，可是 IT 啊。可是有女生约我耶。谁？对啊。你。 女生约你，跟她讲不要啊！我是谁，她是谁，谁约你？长得正不正？正不正哦？嗯，胖胖，略胖。略胖，我认识吗？你认识他？我认识他吗？你认识他？艺人哦。艺人吗？那算吧。谁啊？那个谁啊？谁啊？谁啊？小白啊。 哦，他约你干嘛？他约我游泳啊，对啊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脑子烧坏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他不错啊，蛮好的啊，身材不错啊，人也啊。偏呢？你家不是室内的，你洗的。室内还是会有点冷啊。那所以说我晚上去 IT 你不去，然后你就跟小白见面的，你很喜欢他吗？是，还不赖啊，蛮直接的。你有追过人家吗？还没。 没有很愿意的感觉，是哦，嗯，好，那你追看了好不好？好，追看。那晚上我们 IT 是怎么样呢？你要帮我加持哦。好，帮你加持，帮你加持。你要帮我加持。好，帮你加持。那你晚上怎么样？你是先跟他见面，还是先跟我们见面？那就一起约好了。我不行，我不能，我私底下不能遇到任何异性。对哦。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是说你先讲好了哈？然后反正我在 IT 等你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坐着啊。啊，别，那我让他先游好了。 你让他先游，对，我让他先游好了，我叫你先游好了。然后你来找我，对啊，我先去找你。真的吗？我们先喝一下。哎呦，然后回去好办事的。没有这样。这个污秽的男子。好，我跟你讲哈，嗯，反正你今天来的时候呢，你带个拐杖，好，因为你走路回去都会用到。好，晚上10点 IT， 瞎了，闭嘴，拜拜。